本节目由酷我音乐独家播出。服务员，我们点的串还没好吗？稍等啊，我催催。哎，你看这晚上生意大好，会慢点，不急，来，先喝。还记得初见时候的情节，悲愤渐渐幻化成蝴蝶，还记得笑靥如花的瞬间，拨动了心弦。哥俩也有一个多月没见了，最近怎么样？上次是在望京的一家烤肉店，你还记得吗？我才三十，这记性可没那么差，当然记得。真的记得？那次你刚分手没多久，喝得烂醉回去，看来是没断片呢。没。怎么样，还忘不了他？他是谁？这个老梗也是被玩烂了，忘不忘都没啥了，放下就好。来，喝。没有预告片，来不及和你说一声再见。秋的落叶，一片片写进我的思念，不曾像我一厢的情愿，你全都了解。你是否？是啊，何必为难自己？感情这事儿，分分合合很正常。我也不是二十出头的小孩了，看得开。那就好，北京啊，不好混。可别为了感情的事儿浪费太多时间精力。那天我刷抖音看到个段子，完全就是说的我。说什么？我在他心里就像星星，不是多明亮，而是多一颗少一颗都无所谓的那种。这，哎，我就不该提这一茬。没事没事，我可能还需要点时间。是否还记得那些静好的昨天，合上眼就能想起这一切，又翻开了过去的相片，往昔在眼前浮现，一句话的对白也显得真切。花谢时离别，过去的相片，往昔在眼前浮现，一句话的对白也显得真切。爱与被爱总是一瞬间，人孤单划破思念，花开时候相见，花谢时离别。我还记得那些。